这次要盖很高的大楼吗？加油，会秀！我再给你一个红色的，再给你一个蓝色的。给你一个黄色的，他怎么装的？哎呀！再给我一个。你要什么颜色的？那个。我怎么用屁股在走路？因为这里很滑。对呀。你要盖房子给阿公住哦，啊？哇，你的房子快要比你高了耶！噔，哇，耶，我有看到，这里好滑哦，嗯。这个不是保龄球呢。我要玩丢蜘蛛。你要玩丢蜘蛛。